对，这些，这个比大包感觉还好啊，这样去就有了。这是什么东西？有没有？有没有觉得心理马力提升了？好像有。有没有提升至少100匹了？对啊。你要贴哪里？这个要贴哪里？这个就是贴这个、啊，在叶子板这边呢、啊。你要贴哪里？贴这个啊、哦，对不对？我以为是那个呢。我不是啦。不行不行，不要防撞了就对了。阿杰。等一下贴哪边哈？我要去 Google 一下，等一下贴错了。要、啊、一定要黑的帅、喔、不然我们贴这样啊。White， 这里啊、喔嗯。不行不行不行，好，我们是仿 NG 而已。哦。ご覧の番組は彩りしかぎ館。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でお送りしています。你看一下。我突然想到啊，我前面碟板都有加大啊，我想把它碟板加大，加大碟板。这个画线这个虽然起步加高了，可是我调卡秤啊，你要卡秤就痒了、哦。对啊，哇，把它换大一点，大一点之后，我反正就打个休息场，换跟一样的无动碟盘，嗯，把它加上去，加上去它碟板就变大嘛，我想说变大，啊、这个卡钳往后退，可能要转一个转接座。我说好啊，那就好，你帮我定，定掉一定，哎、欸，奇怪怎么变贵了？我说没有，你这个要把它换掉了，这个，为什么？他说换掉会比较好啊，来了就换掉，对啊，那你就喷了，就喷了啊，那魔力闹鬼耶、啊！你是觉得刹车不够力吗？还是只是纯粹想要视觉上会比较好看？已经来了，来啦，耶、yeah ！我看，哇这边，哇哦哦 ，M G N 哎，别哇，这样厉害，五宝这么有钱，好 ，M G 的路客啦，我请啊，我路客，我一杯。因为 NG 来倒了，哦，你自己念的。我还没卸掉，还没倒卸掉，掉个倒，掉个大倒掉来。啊，那我还没倒掉。丢了，讲到这吼，然后让你改水一下。我本来想说，干杯换，那再换这個，这个叫做好双活塞对向的，对吧？它油是两边的，推两个这样夹。啊，一般延长出来是单颗，就是比如说推这一颗，这个推出来。这个是不会动，嗯、就像夹而已。对对，单边夹，这是双边的啊。四活塞就是这个活塞有两颗对向，对向，所以是对向四、对向六或八。嗯，对，看你说八的吗？有啦，那如果越大颗就一颗就这样，哇，比外面更多啊。为什么要换这个啊？因为我本来想说换四活塞，因为不行，因为我这个旧式的宾士，它是碟盘在这边，它中间是一个我的手刹车是像股市一样刹车皮的撑开，啊、它不能换大颗的。对，那是什么分棒吗？不是，没有没有，也不是分棒啊，它是手刹车踩下去它是。是像一般的补式这样往外撑而已、嗯，就卡住了这样，所以只能换这个对象，对对象而已，对啊，挖走挖了去，就只有这样吗？对啊，就两颗啊，啊没有啦，金属油管啊，金属油管，对啊，而且啊还有浮动碟盘啊，开山去开的嘛，别当输啊，我当时一开，你开把行啊，比不起瓦链，我本来想说奇怪为什么那么贵，对，因为它这个就电出啊就比较大、啊，这你自己粘的，对啊，我自己粘的。因为没钱可以装逼，哎、欸，不要摸了，快掉了！我看到了，还看到了，我要倒了，我挤那边 NG 了，只有装个逼吧，对。哇，啊、那你要去哪里换？一样啊，去找那个陈老板啊。陈老板，装起来。对，还有这个啦，我这个顺便要叫他换哪了。谢谢啊。我的雨刷，不是雨刷了，我的方向灯，我有一个左边，它一直会跳回来，它卡不住。我打的时候啊，你看卡不住，有没有？它要弹回来。嗯，哇啊，不然这样就卡住了嘛，对、嗯、吧？这样零体啊，换掉了啊，那个多少钱？刚好后面有一台车一样的杀肉了，就把它杀了，一千块而已。后来我上网查，一千有新的，一只1200，我好像中枪。那你为什么不买？我不晓得啊，后来才发现啊，所以还是哈、喔，买了之后就不要乱看了，乱看了会伤心啊。哦，对，對啊，没错没错，对啊，你可以这样喷一点，喷一点也蛮多的。我本来真的我是想说啊，不用碟板架出来之后，这个把它喷红色就好了，自己喷漆嘛，不用钱。嗯，帅哦，花钱当帅哥。对啊，什么时候要去换？你明天就要去了。明天，对，哦，就好像小朋友拿到玩具很兴奋，马上就要上。所以我下一次看到他已经换好了。对啊，刹车会比较力。现在是蛮力的啊，可是这样的话自动会更好啊。前面本来刹车就比较没那么的，假设前重好了，七就是3，哦，六就是4，它不可能五，前面一定会比较重的。一刹下去，后面又屁股翘起来了。那你怎么知道它的配重是怎么配？它、啊、本来就是这样的、啊，是、啊，对啊，前的，因为你踩刹去，头都往下沉嘛，屁股会翘起来，你后面是溜活塞也没有用啊，它还是靠前面啊，哦、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那后驱的车跟前驱的车一样啊，它刹车一样啊，它都是一样靠前面啊，对啊，对啊，不管怎样都前面，都是靠前面。
对啊，我是四驱的。对啊，那你就四颗一样就好。我买阿扁，我装不下了。我刚刚讲了装不下，啊不是，我不想装，我本来想装八五二四也装不下，对，因为不然就要换19寸以上，20寸。二十寸不行啊，这个会磨掉。二十寸可能是说铝圈而已，我这个没办法放轮胎的。你要上那个铁轨就好。铁轨。哦，塞塞塞！我看野马先改好了，反正你要换铝圈的，你在换铁轨上面跑的。然后还要再去跑一下。哦，对，一定要塞一下。你还有一个什么东西要弄的，对不对？对，弄好了再跟你们讲。我之前有说过了。天啊，流汤出来。哦哟，冷气够水啊，冷气水啊。冷气够冷啊，你上次不是说不冷？对啊，都弄好了、啊。上次去保养，我花了好几千。上次保养花了，这次比较便宜，这样七罐机油而已。对啊，赚到了哈。啊，传动轴那是破了，我弄好了。你也弄好了。啊，那钱那也是在绕亏。所以花了多少？总共弄到好多，不到10000，便宜吧？啊，好便宜、哦。便宜哈、啊。啊，对，这次还有用什么？引擎胶啊。可是我觉得还好了，可是我是。你有用引擎胶？有啊，我要把它换掉。上次保养好，他说引擎胶比较麻，他不讲我觉得还好，一讲之后。像真的有哎、欸，有吗？麦克阿肯，哇！要入档了，你入档再摸一下。我是觉得入档会比较多，哦、有没有？有啊！有没有换？不让回哇！其实我自己也度过膜了。孩子说、欸、要不要帮你度啊？我说好啊。我说等我这边弄好了，顺便铝圈也帮他度一度好了。哦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哦、可以宣传一下嘛，对不对？对啊，那是我们捷力厂商了。可是 我好想烤漆哦，你知道吗？真的很想烤漆，可是我觉得烤漆应该还是会被我撞到一颗一颗的。你看远看都 OK 有没有？你就点一下就好了啊。可是我大概有1000点了，1000啊，再挤满7-8点就有了，这不是7-8点，而且太多点了。哇，前面好多、哦，都是啊。这表示什么？表示什么？鬼修 K 呢？没有，前面的路况不好，大家吃的盘贴了。对对对，对啊，开太快，是我开太快吗？还好不好？开车本来就是合理的范围内，可以快一点，时速都120而已啦。对对对对，你这样害我也想去滑下去。滑下去不要了，你先对啊，你要换啊，铝圈换好之后就可以了。那时候没有想到，没有想到说我们要换这个，不然我铝圈那时候可以挑内凹一点，会放大一点。好，好，耶。24 hours later。金属油管，金属油管，这是浮动别，这是转接座，分棒分离。贴纸还没掉，他当一东西你都弄坏了，他自己贴的，应该不是吧？买现成的吧？啊。是油啊，对啊，里面那个油都跑出来，从这边漏油出来。嗯，这种叫油压的避震器，它里面的破掉，所以它油才会从这边跑出来。嗯，都脏脏的，这个都是。ご覧の番組は彩りしかぎ館。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でお送りしています。欸、你车修好回来了。回来了。你弄了什么？我。哦哦。你看到。什么？
但这个会叫啊，看。哎、欸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你的排档变成手排？这是空档吗？你说很像手排，有没有？我有啊，本来买一个套子不能装，换了引擎脚，换了好几根，觉得这样不够，继续再换好了。有没有全换？好像六根还是七根？你、欸、这台车有六根？因为我很长啊，我的很长，所以要配这种前面一二三四五六这样，我觉得有改善了，可是我觉得还是有点小抖，机开不高，那我不行对吧？这机杀气先啊嘞，都不高。啊，机耶？对吼、哦，靠腰哎、欸。欸、抓波杆、啊，我本来是杀了一只了，他说拆下来，他说别哈，拔了四门的了，花了1000块，结果不行，他说完全不一样，好吧，那就换掉了。你知道一只多少？一只多少？气、啊、我心红，我焊钢筋，他说很难拆啦，我说很难拆哦、喔，不到五秒，好了，换掉了。既然就这样开了啊，金一都开气我心，气我心，敢想象啊？我单子还没来啊，我还没看到单子，不然手还扶着，不然他弹回来，他有一根波的那一根可能危机啊，怎样的也动，也被卡掉哎、欸，对啊。但他现在是好，现在好了、啊，你、欸、花了4000-5000块的还不好？那你觉得开起来如何？其实我昨天有去试跑了，有没有？我觉得刹起来不错了，我昨天稍微去麻磨一下。因为那个碟板的漆还刚掉而已，不管新的还是要跟它是咬合一下。钱花的值得吗？至少看起来比较好看，视觉性。心灵嘛，男人嘛，对，男人就是视觉的啊，不管怎样。女朋友就是要漂亮，身材要火辣，穿少一点就是吸睛。如果讲错啊，像台客一样，哎、欸，笑脸啊，然后想拿麦光尾的吧。总是会有叫的时候，叫的时候跟台客一样。啊，对啊，那就不行了。这、那个可以啊，今天有声、啊，有看到这些水弯，有一些嘞。哪种转弯？回转还是转弯？就左转大一点，它就啊、就好像会引擎一 k 的这个。对，不是不是，你就会觉得那很大声了、啊。等一下转弯了就有声音了，你听喽。哦，有诶。干娘，我正在换四三呢，靠！我觉得陈老板去跟你讲话，你敢讲话啊？四三要200多万。我刚才说客车随便弄弄就好了，没有修好，他就要换四三。那、啊、你要不要帮他换？四三点我拿探头器啊。可以啊，那可以开出去爽一下。A few moments later.喏、哦，对啊，瞬间天黑，弄好了，爷爷，因为刚刚那个没有弄好，回去把它稍微再微调一下，弄好了。对，证明了一件事，猜猜你知道吗？什么事？外机哈，磨软化贴啊，外软油，感觉上你看都没有变大，又换了4-5万块，四万哦，四万多吧，我还没看到工单呢、啊，我其他的。工单可以先给我换了哦，碟盘好，卡切哈，引擎脚好，拨杆，哎呀哎呀嘞，好小哦，對對對还有工钱呐、啊，工钱要给人家，也这个老实讲也不好换、啊，开机那些送，耶、yeah, ，反正就是调卡车的时候你就知道了，因为我要上片的就是哦，特别论胶啊，要花钱的，要再喷钱的，大家喜欢看喷钱，喷钱喷的越多，大家越开心，点击率就越高嘛，泰森你喷个10万，可能点击率都比我高，有可能，对啊对啊，比我高，我们上一装音响了，点击率很差，对、啊，那个音响赚了20万有没有就不一样。20万的，对，20万的音响。哪讲啊？无猜几台这台车啊？是安怎啊？这就是在人讲。你要不要弄一个20万的来装装看？20万的音响啊，有放在一碟上面，一个音响后面下面放个19万这样叠在那边，这样不错哈。对啊，分享一下哈。喜欢记得帮我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哦。再不提不告，预告一下还有下集哦。没有下集，还有下集，这样喽，拜拜。下雨了，你刚不是要拍片，我就帮你撑伞了。你要放前面啊？哇、哦，你整套 AMG 的啊！我就跟你说，你包也换一下就好，前后包啊，有没有？那再改一个宽体，然后排气管加涡轮。不用啊，直上自上就有了。哦，对啊，你要的东西都有了。啊，有。